OK， 今天渔光岛有节目，所以我们今天去看空拍机的灯火秀吧。Let's go！ 超多人的。看完了，然后看屋吗？就刚主办单位其实把最佳的观看的位置呢，并没有报得很好。其实他应该要讲在白马旁边，可是我们大家跑到船旁边，所以刚开始的时候看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小。那就是看看吧。OK， 拜。